大家好，我是研华 WebSS SCADA 的 PM NJ。 在工业场域部件物联网的过程中，常常遇到各种挑战，像是场域机台种类众多且分散，导致资料采集不易，难以整合，又或是旧式系统可靠性太低，一遇到停机状况，整个场域的运作都可能停摆。而研华 WebSS SCADA 能协助您解决这些问题。我们来介绍 WebSS SCADA 常应用在工厂的监控管理上。本案例为某汽车零组件工厂的生产车间，具有典型的汽车零组件产线，包含熔炼机器、铸造机器、机械加工机器、表面处理机器等关键工序。这些机器设备由多家不同品牌供应，导致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技术标准和控制系统。采用 WebSS SCADA 搭配研华 ADEN 控制器，支持市场主流品牌和标准协议，顺利串接各项重要设备、CNC 机器、机械手臂，进行及时监控和管理。能源管理是 WebSS SCADA 的另一大重要应用场域。我们以在北京的太阳能板案场为例，在每座 PV 站以 SCADA 为主干，串接电表、逆变器、汇流箱和 ADEN 接收压力、温湿度计等数据，作为在地的管理图控，并采用 Super SCADA 架构，在远端的中控中心集结各 SCADA 的重要数据，进行整体维运的管理。废水处理方面也是近年来的重要议题。室外场域通常幅员广大，在数据的收集，不管是基础建设的建制或是人工记录，都是耗费大量的成本。此案采用研华 LoRa 无线传感器，将各废水排污口数据发送到中控中心的 SCADA， 在大距离的户外物联网应用上，是低成本用高效率的解决方案。基于上述特点和在全球各场域的多样案例， WebSS SCADA 是值得您优先选用的可靠产品。我们欢迎您扫描 QR Code 取得免费试用，或采用75点免费方案，实际体验 WebSS SCADA 的各项优势。